大家看这个闪闪发亮啊，这金子里面好多的金丝啊，一排一排的金丝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也搞了一块这个 IGP 激光模组啊，这个是激光模组，等一下拆来看一下啊，里面是怎样的，能打激光出来的吗？等一下试给大家看一下。IGP 模组啊，打开来看一下啊。拆个螺丝出来，打开看一下，大家看里面，好高档，这个是不是黄金啊？好重啊！里面哇，好多的金丝啊！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到那金丝，闪闪发光啊，这金丝，看这个里面。这些一排一排的金丝，这个应该就是黄金做的啊。这个激光模组里面分着很多组的激光啊，这样子反射到里直接射出来啊。这个一组一组这样的，应该就这样子。这个经过那个导向镜啊，集中在一起啊。等一下我们试一下它的那个激光的那个威力啊，看一下怎么样。直接就给它上12伏的电，试一下它的威力啊！大家看啊，看它能不能打出激光来啊？换一块木头在这里啊，看看能不能打出激光来啊！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啊！正负啊，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啊，大电。诶，怎么看到有光出？有没有看到？好像有一点光啊。但是打不出火来，怎么回事？坏了吗？是不是这个不吸收那个光啊？太白了，这个，我们搞点黑色东西给它试一下，随便找块那个塑料，这个是。电池废了，电池试一下啊，看看这个，我操，这个塑料冒烟了，刚才好像有没有看到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是吧？一通电就冒烟，哇，看到火了没有？哇，好猛哦！咦，这刚才没通到电吗？试一下用木头，看一下这木头，诶。怎么手机上看到有光，我这在下面看不到光，在手机看到有点光打出来。哦，要试久一点才可以是吧？啊，木头也可以啊，现在木头也可以。哇，太猛了吧，这个啊，看这么远行不行？哇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我操，这么猛啊！这么猛啊！这激光，大家看，这个塑料啊，都融成这样，塑料太猛了啊！看一下，再烧一下啊，好过瘾！这个打得太近了吧，是吧？我们这样子拉远一点啊，看一下，不停的拉远一点，拉这么远看它的距离有多少啊？拿一把尺子在这里啊。来了，通电了啊！发烫啊，哎，好烫手这个东西。看啊，现在这么远啊，还能着火啊！再过来一点，还能着火。哎，还能啊，到这里还能点火啊！再过来一点，哎，这里可以，再过来一点点，这里还行。这里不行了吗？还行，行不行？不行了，这里只能到这里了吧？哎，远一点都不行了，只能到这里，到0米远。
才打了六厘米半，六厘米半远啊，远一点就不行了。大家觉得这个青光好不好玩？哇，好烫手啊，发烫，要搞点散热才行，要不然会不会很快就报废了？